阿兵啊，我来剪头发了。哎，你来剪头发啊？我啊，你要坐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好。慢慢的嘛。哦 ，OK， 好好好好。剪短一点哦。嗯，剪松一点，剪短一点。最近的生意怎样？哎，差不多了，应该多老客比较多一点呢，年轻的比较少了喽。为什么多了几张相片呢、啊？这几张相片是我女儿放上去的。有没有意思借你的生意？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有自己的工作，这个老行业他们不想借了喽。这些老行业应该保存下来啊。